一件事情一定要做，就是去体验农村生活。应该是狩猎啊，又打猎啊，捕鱼啊，这样吧。现在还哪有猎可以打、啊？他们其实呢，习惯在都市买个房子，然后在乡下也买个小木屋，为了呢，他们放假要来这边度假。他们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。Hello, Bolivi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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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面包，还有盐巴。他们这个呢，就是欢迎贵宾的意思。因为在这以前，俄罗斯呢，就是盐巴呢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。面包还有加这个盐，然后呢就是请他们的贵宾吃。面包沾盐，口感就和农村生活一样，虽然朴实，却很有滋味。据说连沙皇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哦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莫斯科近郊的快乐农场体验一日农村生活。农场主人养了很多动物，不只有好几匹马、带萌的驴子、可爱的羊咩咩，还有猪宝宝。不过最特别的是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？你不是说俄罗斯农村生活就是种种菜、煮煮鱼汤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干嘛呢？怎么在俄罗斯有骆驼啊？什么概念的这个是？因为他们老板呢非常喜欢动物，不多不少，只养了6只大马、1只小马、数十只绵羊、数十只山羊、数十只小猪、1只驴子，还有2只明星动物，就是我们骑着的这个骆驼。而且呢，骆驼其实在俄罗斯是非常少见的。那他们其实很喜欢这个骆驼，觉得他们好可爱，然后就把他们带来这边养。他们毛其实是比较长的，对，然后也很可以适应这边的生活跟天气。对，然后他们那个性格也是非常的温存的，我觉得、啊。对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没想到，就是我会在俄罗斯骑骆驼，然后在这次还是我第一次骑骆驼啊，然后就是好奇妙的感觉，我已经跟他就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了，我就叫他妹妹，哎妹妹，我们可以找来妹妹，那出发喽，出发。我的骆驼妹妹不止健步如飞，性格还很温顺，在主人的细心照顾下，这些动物们全都自在快活地在这里当大爷。来到快乐农场，不只能跟动物玩，还能品尝主人自酿的伏特加，纯度高却一点也不苦涩，反而甘甜顺口。冷冷冬天来上一杯，好正啊！为了欢迎我们，农场主厨决定亲自上阵，要招待我们农村才有的独家美味。俄罗斯人呢会到郊区，然后一家人一起做菜，一起吃。现在能好好体验了。我现在好期待，就今天我们要煮什么呢？Будем готовить уху. Как готовится? 煮汤。Уха, да. Уха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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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 уха 这个汤是什么汤呢？Это не суп уха, это уха. Уха. Это рыбный суп готовится из картошки. Показывай. 马铃薯。哎，马铃薯。Лук. 洋葱。Соль. 盐。盐。Черный перец горошек. Попробуй лист. 月桂叶。月桂叶。我们会俄语啊。Свежая рыба. 鱼。Пойманная в нашей реке. 啊，在那边捕的。Вода, в которой готовится рыба, тоже из нашей реки. 哦，用河水。好农村哦。对啊，那应该有什么步骤我们要跟着去做呢？ Ингредиенты мы добавляем картошку. 啊。Закидываем в кипяченую воду, потом лук режем. За 20 минут до конца мы добавляем рыбу, в конце соль, перец, лаврушка. И у нас еще есть 2 секретных ингредиента, но мы это узнаем в конце.为什么还要等20分钟？而且还有2个秘密成分。不管，我现在很想知道，所以我们赶快开始做。OK， 感动，哎，感动。Sorry， 先切马铃薯。小盖，我是不是切得很好？啊，对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要洋葱了。OK， 好熟悉，好熟悉。OK，I'm crying。OK。A segmenty. Oh, yes, yes. Oh, that's cheesy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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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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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Нет, это еще просто пока вода варится, ну, долго, 20 минут, мы пока греемся, холодно. Окей. Окей, давай. Окей, хай. Эй, вы здесь骗人,骗酒. У меня жена злая. Не пала у хома? Пала у хома. 没想到看似严肃的主厨居然这么耍宝，还想引我们喝烈酒。
那两个秘密法宝到底是什么啊？我来帮你，这个吗？好好好好。盐的部分 ，OK。哎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两次。哎呦，这个你好讲究啊！这是数据啊。один на пять литров, а то потенция. 我在俄罗斯学到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这个月桂叶，我以后罗宋汤都不放月桂叶。好，哎呀，喂，哦，哦，哦，для этого мне надо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. 什么什么什么？我最期待的秘密。现在去哪？到底是要喝几杯 ？50-50。又来一杯，不是要来煮鱼汤的吗？居然还没煮好就已经要醉了。就在此时，主厨说要来加入第二项秘密武器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个。要消毒？对啊，但是为什么要消毒？五个，好，要固那样不？拿煤炭。啊，煤炭。认真。先放上去。OK， 我放了。像玉米。什么？煮鱼汤居然要加煤炭？大家一定也跟我们一样疑惑，但主厨可没有在开玩笑哦。加煤炭会让鱼汤在原本的调味之外，更增添一股烟熏的风味。起锅后滤掉杂质，就是一碗喝起来鲜甜清香的俄罗斯农家版鱼汤啦。这是我们不止见识到了战斗民族的勇猛刚强，也看到了他们私底下热情幽默的一面。俄罗斯之旅未完待续。